美团3690，今朝开市之后见到低位150.2，跟住就升咗上去，暂时见高位157.7，然后回软去到153.8度啦，我估计喺度153.8度啦。咁啊，而家系报154.5，系比加权平均价咧145.39咧，轻微为高嘅。资金净主动买入3400几万，但系资金即系嗰个占成交金额比率就唔够5%，得2.9几%啫。历史波幅系恒生指数嘅2倍几嘅，咁都几风险噶呢个股票，因为短炒啊，风险都高嘅。跟住睇嗰个嘅非散户主动买高比率唔错啊，60:47，显著配合上升动力嘅，暂时录得就系、是。资金净主动买入几多啦？头先提过啦，3800几万，咁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暂时录得资金净主动买入嘅阻力位喺上面咧，就好明显系156蚊啦。即使下面咧就系睇153蚊咁，暂时呢两个位之间增持。咁跟住咧又要打啦，即系嘛？美团托价嘅咧，主要系两间，中信理昂同美林。啊！呢度資金淨被動買入金額自己睇，平均托住154.7度啦，146.6几啦。壓住咧頭兩位係 Morgan Stanley 同埋中國創盈市場服務，來自深圳嘅北水。咁呢度佢哋資金淨被動嘅金額，咁大家自己睇啦。咁就壓住154.2毫厘嘅。成交分析。標準自動對盤，咁啊睇啲大户啦嘅交投有64宗，咁啊主動買高比率57:43，叫配合上升動力，加權平均價154.35毫6仙半嘅特大户加超級大户，總共有6宗，有5宗特大户，1宗超級大户，咁啊加權平均價。154.15仙4，主动买高比率是显著配合上升动力的，不是显著点贵，非常配合上升动力的，6.7:33咁高的。咁至于嗰一宗嘅扫货嘅，就是嗰一宗嘅超级大户是扫货嘅，是153蚊扫咗74,200股嘅。图表啦，又是要拉啦。咁图表咧，我哋睇嗰个系阴阳烛嘅日线图。阴阳烛日线图上面，望一望最近嗰个走势先。咁你小资料得滞，我俾多啲佢睇啦。好，靓啲。今日咧系继寻日见咗高位呢个嘅165蚊之后咧就回软嘅。今朝最低抗强讲过啦，见到150.2，咁啊高位整固啫。咁只要佢唔好跌低过呢一个位，呢、这个低位系140.8嘅话咧，咁依然有机会系一浪高一浪嘅，即系话咧升咗个上去，回一翻嚟再升上去啦。当然第二个睇法就系话教大家啦，一啲嘅分析嘅心得啊，个人理论上你就唔只要唔低过140.8呢个低位咧，就仲有机会上去一浪高一浪嘅。但系咧呢加多个条件就系话。呢度由呢度開始，尋日高位開始，即係165蚊嘅開始整固咧，唔可以太長嘅。今日回吐完，我最多俾佢回吐埋聽日，頂曬籠，下個星期一頂籠噶啦。通常都唔會睇下星期一噶啦，你就要升啦。如果唔升咧，你就心裏邊打定輸數，佢會落啊。咁啊，呢個就係咁樣嘅。就唔係次次一定準，不過多數準咁解啫。唔好話啊，今次都唔準，你就唔準啦。我哋睇嘢咧，係睇10次有幾多次準，或者100次有幾多次準。啊，睇嗰個高唔高，個成為事實機會高唔高咁去判斷一樣嘢嘅。即係話咧，有一個市場人士，佢100次咧，有90次都收得唔準嘅。今日第91次中咗，你話你又當佢神仙咁啊？即係你自己有問題啫。呢、这個高位尋日係165蚊嘛，講咗。咁呢之前嗰高位咧系166蚊，咁即系话166蚊系未升破喎，啊仲未升破喎。咁另外再睇埋呢度有个高位系181.9，咁我要睇呢个位啦。再要睇嘅系呢个位系191.8，
咁呢啲就係之前嘅重要位啦。呢個位200蚊04毫啊，啲阻力位啦。再講一次，一個、兩個、三個、四個，係咪啊？嗱，就係呢位啦。我擺埋嘅時候，你啊邊位咩啊？我唔再讀一次啊，你自己睇翻呢度個低位啦。咁呢啲位啊，希望大家都中意我嘅港股分析精華短片，想唔想睇足本版？即刻訂閱 Benny Leung 梁業豪 YouTube 頻道啦！每個交易日都會重播一段詳盡嘅港股市前分析，同埋一段港股即市分析嘅影片，時間係下晝4:30同埋晚上8:30。如果想第一時間觀看，並且喺週末同埋假期都睇到，可以幫助各位捕捉最佳進出市時機，令到投資獲利變得更加輕易嘅港股、外圍股市、外匯、貴金屬、債市、樓市、加密貨幣等投資市場的專業分析，咁就要訂閱我的 Patreon 頻道啦，請大家多多支持。